前八名。还有三千，再跑三千，再调整啊，有困难就稍微要调整呼吸，中途不要太勉强啊，真的不舒服，有感冒了啊，情况不行了，你也不要太勉强啊。再跑两千，不错啊、哦！加油，调整呼吸，还有两千，把呼吸调整好，今天跑起来舒服啊、哦！放松，不要紧张，紧张肌肉收缩就不跑不动，要放松，肌肉收缩就跑不动，小腿硬下来的话你就跑不动，放松，调整呼吸。刚才老师在上提过哦，男生1500公尺，女生的800，最不好跑。不像长距离3000公尺以上，他是要完全看心肺耐力跑，这个要有稍微要有速度哦，1500公尺，你不是慢慢跑啊，但是速度也不能啊，就像100、200那种速度在冲。女生请要到了哈，女生请开始要到达终点，我们还有一圈，啊，到达终点又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注意哦，需要被赶过了哦，需要还有一圈，
报告啊，到法师问答啊，冲刺白手，用手来带动脚，白手冲刺啊，加油加油！